今天是农历2月2号，剃龙头。今天凡是今天剪过头发的，都会怎样？讨吉利。你看小猪也剪头发了。大家看小猪的发型，终于有国栋的头，国栋的感觉哦，国栋的样子。连线。越来越出名了，他越来越出名。我今天是不是要去剪头发？好像算了，还是不要剪了。剪了。我是 TK 的人，没得差，没差。太厉害，你会衰一点。小猪，我要跟张信讲些什么话？嗯，宝贝，赶快回来啊！然后嘞？回来再说。回来再说。不要再学美发，拜托。为什么不学美发？你学美发，我就可以给你剪。给你剪。干好贱哦，这跟剪头发还是有关系的，对了啦。张馨予。哎。这是什么？哦。Thank you.